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姬姬小燕，又见面了。今天呢，又到了一批12系列的iPhone 手机。如果说屏幕前的你们呢，就是临近过年了，想要快速拿手机的，抓紧了，因为现在的话呢，也要不了多长时间了。档口老板呢，大部分都已经放假回去了，所以呢，现在拿货是比较稀少的。但是这一箱机器的话呢，真的机器非常的漂亮，也是跟档口老板呢约了有一段时间的了。我们一起拆开箱子看一下。这里呢一共有四台12 Pro， 这里还有三台13 Pro。 因为今天的话呢有一个粉丝啊，然后要我找一台蓝色的，你看这边刚好有一台，一会打开来看一下啊。好了，兄弟们已经打开了，上面的话呢都是12 Pro， 这边有256的，也有128的，我们一台一台给大伙们看一下。这边有蓝灰啊，还有金色，还有白色啊，四种不同的颜色都在机器这里了。来给伙伴们看一下，这里的话呢可以看到是一个重新机器，都是100的一个电效啊，档口老板给的呢是 4K。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电池效率，低一点的话呢是直接降到了3800的，这台也是256的。那么这一台的话呢就比较惊喜，比较意外了，看到没有，这个是电池100，充电只有零次的。为什么我那么开心呢？因为可以看到它的尾插螺丝这里的话呢是完全没有动过的，而且呢它连通电接口啊碰过的那种划痕啊都没有，这才是被我们俗称的一个重新机啊，它贴的个亮机。所以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捡漏了这一台，这台档口老板给的行情呢是4100。然后这下面的话呢12 Pro Max 是有一位粉丝的话呢找我这边预定了一台海军蓝的，我们打开来看一下。这一台的话呢我觉得比较符合这位粉丝的啊，要求的是 256G 的内存，而且电池的话我们打开看一下还是 100% 的。这一台的话呢档口老板给的呢是4650，因为我的话呢就是跟他预定了很长时间了，然后这台的话呢是给我少了50，那就是4600。那么这边两台的话呢也是一样的，这个是石墨灰的颜色，这个外观成色的话呢也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，都是一个亮机的标准，尾插螺丝都是没有动过的，前后也是没有盖板的痕迹。这两台的话呢也是一样4600拿回来的。还有这一台12 Pro 啊，128的，这台的话呢是属于卡贴机，卡贴机的话呢就是使用起来的话呢可能信号不太稳定，需要搭配这样的卡贴来进行使用。因为最近的话出了一个超水的卡贴呢，可以完美解锁三网的，如果你们是想要追求性价比的话呢，可以在网上的话呢可以入手一个超水的一个卡贴，就可以进行完美解锁的了。这一台的话呢档口老板给的行情是2850，真的是非常的划算。那么到年底了，那么这七台行情的话呢你们认为现在值不值得入手呢？好了，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，还有什么疑问的我们评论处见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